啊，以前呢叫我蜜蜂呢，我拍过视频，就说尝试组织一个双王拳，中间用这个蛇王板把它折开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。因为很久都没来看过，22天左右了吧。哇，都堆满起来了。这拳蜂呢经历了大命缘期，然后后来又被我用来育王，又经历了这个育王期，所以呢这个蜂群呢垮得很厉害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我组织这个双王群那个效果怎么样。这里有个蜂王，这个是蜂王，这有一个几皮那个糖和蜜的话也都满，对吧，这个蜜也满，就是风量稍微少一点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另外这个，哇，这个极其漂亮。这个也是风盖子，这蜜的话稍微少一点点，但是也足够。再看一下这个，这也是一个风盖子。啊，接下来我再检查一下另外这个蜂王这边的情况，这个也是一个主题，蜜也很足，蜂王在这，好了，我再继续看里面的具体情况怎么样。这个也是一个主题啊，并且这个已经开始出房了。这个也是风盖子皮，大家来看了，我已经这个检查了这个双王群的情况。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，这个组织双王群还是算成功的，蜜够足，它见蜜多啊，产量高，6个全部都是风盖子。虽然现在呢这个风量稍微少一点点，因为刚才说了。已经经历了大流蜜期，经历了育王，等到这6个蜂盖出房之后就成功，它的品质那就肯定有一个质的飞跃。所以呢从这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尝试。也有朋友之前预测说它会偏激，但是说呢我在我这的话看起来很明显它没有偏激。因为组织双王群的时候，我们一般的两边的蜂王呢，那个剂量尽可能的相近，也就是说基本上同一期的蜂王，这个就可以避免这个啊蜂群的偏激。啊，组织这个双王群呢，它的好处一个就是说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个哺育蜂的哺育这个幼虫。所以对于这个啊蜂群的发展应该是有比较好的帮助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大家也可以试一下啊。因为我这个也是第一窝，之前我拍视频的时候我也说过去尝试一下组织一个蜂王群。好了，这期视频的话我就先到这吧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